有语言风险飞啊，宝贝，飞一个就可以啦，就绑一个飞机就送了。有条件，老公直接飞三个，直接三个，别犹豫，不要控制你自己。
直接飞三个宝贝。不放心的话
箭最多三个，不用送火箭的，宝贝。相信姐姐可以直接飞三个。如果你不放心呢，咱们可以先送一个。不放心的话，可以先飞一个啊，宝贝。后面再来补两个也是一样的。相信姐姐的话，只赠三个。
飞不了三个。
个可以再回来补两个啊，宝宝。之前在直播间飞过的也算哦，也算数的，周宝。以前飞的也算数，没有飞过的咱们都可以先飞一个啊，周宝贝。一架飞机就可以了。直播间回答不了任何问题啊，想飞直接飞啊，不想。不想的话就看直播就行了，一个字都不能去说，能说的就那么几句话，这宝贝。想飞也直接飞啊。想飞的老公都可以直接送啊，看别人送，咱们也跟跟风送一个飞机就行了，想冲直接冲啊，不需要犹豫啊，冲宝贝，一架就可以哦。
钱最多三个，不用送火箭的，最多最多三个。你相信姐姐，你直接飞三个，真的，信我的。我们直播间不学，不让你送火箭，不让你送车祸的，知道吧？三个飞机啊就可以了，有条件一定一定送三个。你要是不放心的话，咱们可以先飞一个，先飞一个，后面补两个也一样的，宝宝。先飞一个，后面补两个也是一样的，臭宝宝。想抽老公的可以直接抽，大家点点关注吧。想抽都可以直接抽啊。Oh.
送三个飞机，有条件的老公可以直接飞三个，直播间最多三个飞机，不用送火箭的，有条件的宝贝直接三个，不需要犹豫哦。相信姐姐了，直接飞三个宝贝。
姐姐的可以直接飞三个，直播间最多三个，不用送火箭的，宝贝。相信姐姐可以直接飞三个。如果你不放心呢，咱们可以先送一个。不放心的话，可以先飞一个啊，宝贝。后面再来补两个也是一样的。相信姐姐的话，直接。